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杰尼特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请关注我啊、哦！每次菜市买，要买大菜来做腌咸菜，哪知道那大菜每个卖完了，去了很多店都找不到，来到 MSK 才找到那个大菜 ，MSK 的大菜就很痛。买了六包，你要回去腌咸菜。为了要买大菜，跑来 MSK 嘛，那我们要这样多，来腌咸菜，你要腌咸菜。买菜啦，买菜啦，拍啦，买菜啦，辣，都不好拍。做咸菜吗？买菜啦，买菜啦，我们买菜啦。一起去菜市买菜，高兴去买菜。买菜啦，你更一般啊，一般啊，哇，要吃贵更多了。今天做顿好吃的，好吃饭菜呀、啊。买菜啦，买菜啦，我们买菜啦。哦，它的那个叶子会不会啊？很多的菜呀、啊，很多的菜呀、啊。买菜啦，买菜啦，我们买菜啦。大菜做咸菜。好吃的，好吃饭菜呀、啊。买菜啦。很美的菜哦，太阳极美。买了很多的菜啊，很多的菜啊。我看你看是很多的，做起来就不多了。然后你讲话可以啊，你要讲啦。这个菜都把这个菜你还切来做什么？来做肥料，来做肥料。买橄榄工啊，叶子来做肥料。真是的。您真药水吗？啊，有药水真的吗？不是这些这样子。没有啦，你要给它发酵先嘛，要不然它讲。没有，你发酵你放什么？欧锥是什么来的？它的发酵的东西哈、啊嗯，你买的啊？不是啦，做的发酵水。啊，自己做发酵水有什么？用什么来做？用什么来做？烂苹果那些了，掺下去哈，奥利皮啊，全部掺下去。就拍到这里了，下一个视频见，记得按赞订阅，拜拜。